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24页啊，924页。第一行啊，请看经文。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这一段，释迦牟尼佛再次的教诲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我们的代表啊。这一段经文分四个小段，这是第一段。这四个小段是讲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了，又分为六段啊，六小段。这是第一段，敬佛大善。学佛的同学都希望能修大善。什么是最大的善啊？今天同学们特别有福报，有缘分啊，遇到这一段经文。事出事情，什么样的善是第一等的大善？佛在这里说出了，敬于佛者，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孝道。佛跟我们的关系是师道，佛是老师，我们是佛的弟子啊。师道主敬，尊师重道啊。佛是事出世间老师的代表啊。孔子是中国老师的代表，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老师的代表，那阿弥陀佛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的代表，一层比一层的范围大，一层
比一层的意义深啊，深到极处就是阿弥陀佛啊，这到究竟点了。我们以真诚心、恭敬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修无量无边、无有边际的大善。没有人知道啊！啊，所以把光阴都空过了。我讲过很多次，念佛这桩事情的分秒必争。啊，我有一秒钟的时间，我念一句佛号，大善了。我这一秒钟啊，没有念佛号，这一秒钟就白过了，真可惜。啊，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善事，没有比这个更善了。啊，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佛重回弥勒，首当自度。啊，重是在此教诲弥勒菩萨，就是教诲我们大家。大乘教里头最可贵的直下承当啊，怎么叫直下承当？弥勒菩萨在发挥代表我的，这就直下承当。世尊对弥勒菩萨的开示就是对我说的，不是对别人。这才能得圆满的利益啊！道场的同学听经听了几十年了，没有进步，为什么原因？有人问他了：“哎，师父讲经是为那些人讲的，不是为我。啊，那佛讲经也是为他那些徒众，与我不相干。”听一辈子一句也没听进去，你说多可惜啊！这是不肯承担，有这个机缘不肯啊！谁肯承担谁得利益啊，不肯承担的人得不到利益啊。学佛经上说得很清楚，首先要度自己，自己没有得度怎么能度人？佛在经上说过，自己没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看经文，敬于佛者是为大善，适当念佛阶段乎一，这是第二段。啊，第一段专门我们讲自度。啊，而念老认为这个四句实实在在是一大藏教的纲宗，纲是纲领，宗是宗旨。啊，最重要的两句话，
啊，敬是恭敬，敬佛者，敬严肃里头说，敬何佛恩呢？名为敬佛。啊，何是承担的意思？领会、接受，有这些意思。如来万劫熏修，入佛之见。啊，然后以佛的之见，开始我等普令悟入。那么这里讲到佛之见，参考资料里头有，在第二页，从佛学大辞典里面揭露出来的了。明了知是觉知照见，首先是明了觉知，这是照见的体啊，有这个自然起作用，照见，照见诸法了实相理，也就是我们说真正通达明了一切诸法的真相，这个人是谁？是诸佛菩萨，而且是化身菩萨，明心见性了。没有明心见性，他见不到诸法真相。啊，是为二之种，一切种子的作用。一切种子起作用，二智是一切智，是一切种子，这两种智，一切智阿罗汉证得的，一切种子法身菩萨证得的，一切智智法总相啊，一切法的总相是什么？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总相是知道一切法空。阿罗汉智慧，所以阿罗汉能够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一切种子是化身菩萨，一切是一切法，遍法界虚空界，事出世间一切法。啊，种是种种无量无边的。啊，这种种法怎么生的？
怎么出现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一切法？这一切法起什么作用？这一些理、事、现象，全都通达明了，叫一切种子。阿罗汉没有，阿罗汉只知道一切法是生灭法，了不可得。啊，你要问他这个法怎么来的？啊，为什么会有？他不知道。啊，这是属于一切种子。佛知道，明心见性的菩萨都知道。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叫化身菩萨，他们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啊，所以他们知道。佛知道。啊，换一句话说，二乘阿罗汉辟支佛，别教三乘摄住、摄行、摄回向都不知道。啊，宇宙万法怎么来的？所以学佛的目的一定要知道啊，要开悟啊，以开悟为目的啊。那怎么才开悟？放下。张家大师早年叫我，我初入佛门，方东梅先生带领我的，所以遇到张家大师，我就很想知道其如佛境界有没有简单快速的方法。我想知道，我提出这个问题，那一年我26岁，大师听了之后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两个看了半个多小时，一句话没说。我等他回答我。他看我什么？看我年轻，心浮气躁，不说。半个多小时，心浮气躁定下来了。他说了，啊，说了一个字，有。这有，听说有啊，我们耳朵就竖起来，要用心听了。他又不说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一动，他就不讲了。要心不动才行。啊，停了6、7分钟。他说了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他说的很慢，一个字一个字，还拖长声音。那好像舞台里面讲台词一样。我是十几年之后才恍然大悟，那一幕的
情景。啊，那是老人的教学方法。啊，绝不是你一问马上就答复你，那是幼儿进去，左耳就出去了，不管用。一定要等到你把心浮气躁降服下去，你的清净心、真诚心、恭敬心起来了，才能跟你说。为什么？你才真听进去，你才有领悟的能力。这个教学方法，我一生只遇到这么一个人，那李老师的教学跟我们一般谈话一样，很正常。啊，张家大师，你心要情绪定不下来，他不会跟你说。啊，所以一定是入佛之见，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以这个为目标啊。啊，所以就肢体上来说呢，叫知。这个知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外面来的。啊，自性本有的知是真知，就是真实智慧，无所不知。啊，真实的德能，真实的相好，一切众生自性里面圆满具足。那我们现在没有了。啊，这个没有是什么原因？不是性德有生灭，性德不生不灭。那换一句话是，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是不生不灭的。虽然它没有生灭，它有隐性。隐是什么呢？不见了，现是露出来了。啊，我们有烦恼，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它就不现了。这个东西障碍了它。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哎，它就现前了。啊，不是说完全放下，它就完全现前。一分放下，它就一分现前。两分放下，它就两分现前。啊，这个世间有聪明智慧的人，啊，他对于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肯定比一般人轻。他有没有？他有，他比一般人轻。怎么知道呢？他能透出一点智慧出来。如果这个心里头这些东西充满了，他一点智慧都没有，全迷了。啊，无论他有多大财富，有多高的地位，昏迷呀。
他被名利冲昏了自信，自信里头的智慧、光明、德相完全透不出来。所以佛陀的教学对于知识不重视，这个东西有没有没关系，我们学佛要特别留意佛陀的表法，八相正道，啊，八相正道里的出家，19岁离开家庭，舍弃王位，释迦牟尼佛要不出家，他是国王。啊，舍弃王位，舍弃了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他去做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过这个日子，过了一辈子，79岁圆寂。不是在房子里头，是在树林底下。做样子给我们看，看什么？放下了，他真放下了。啊，我们现在放下了，还见道场。见道场算不算？不放，没放下。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道场，什么意思？彻底放下。见道场呢，成不了佛。为什么放不下了？这个东西是累赘啊，你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什么都得管。释迦牟尼佛在世什么都不管，没事啊，他的工作就是教学，生活是示范，身教啊，讲经是言教，身行言教，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要把它看懂，把它看会。啊，随着一切种子，就知的体，这是知，无所不知，又为无言中佛言。啊，佛言是眼里头的圆满，肉眼我们有，天眼我们就没有了。啊，法眼。慧眼、佛眼，啊，无眼里面的佛眼，就是一切种子。啊，故就眼呢，就设为见，叫佛之见。啊，佛之见有开。是悟入四个次第，
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如佛之见。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菩萨的位次，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摄谛，等觉妙觉。越往上去，越圆满，到妙觉真正圆满。那么开佛之见，实性位没有啊！诸位要知道，实性从初性到起性是阿罗汉，八性是辟支佛，九性是全教菩萨，十性是十法界的佛。他有没有开佛之见？没有，他没有大彻大悟。啊，是用阿赖耶识修到最高的、最圆满的地位。啊，天台大师称他为相思即佛。啊，他很像佛。佛在经教里所说的，他都做到了。啊，那为什么不是真佛？他没有转识成智，他还是用阿赖耶。用阿赖耶为什么呢？就是佛在经教上说的，他全做到了。啊，但是心是生灭心。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转八识成四智，他就开佛之见，就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所以开佛之见是摄住菩萨，是佛之见呢是摄行菩萨，悟佛之见呢是摄回向菩萨，入佛之见的是地上菩萨，是地菩萨。开示悟入不容易啊，我们能做到吗？这四个字一个比一个难。华严经上四十个位次，摄住、摄行、摄回向、摄谛。到什么时候才能修成？啊，你看这个底下讲得很清楚，初与摄住位断一分的无明，得少分的之见，谓之开佛之见。乃至于十地宗啊，断尽无明之见圆明，谓之入佛之见。释迦佛出世之一大事因缘，为开示悟入此佛之见也，《法华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干什么？就为这桩事情。啊，
开始悟入佛之见，是你自己本有的佛之见，不是释迦牟尼佛给你的，不是那人，是自性本有的。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出不来了。啊，起心动念全是烦恼，全是习气。这个烦恼习气就是叫轮回业，我们的心轮回心造轮回业，怎么能出得去？这是讲的通途法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走这条路。那走开始悟入，《法华经》方便品曰：“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见，实得清净，故出现于世。”于世众生佛知之见，这就是八相成道。八相成道是表演，是就是示范，做榜样给大家看。啊，故出现于世。于令众生悟入佛见，这是对社会相菩萨说。帮助他悟入佛示现开悟啊，于令众生入佛之见，故出现于世。这就是帮助众生证得了真正佛果，帮助众生成佛，跟他一样无二无别。这个人就毕业了，毕业是真正成佛了，人人有份，人人平等。那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是为了帮助我们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就为这个来的。啊，《法华文句》第四卷书，《法华文句》是智者大师做的，就是《法华经》的注解啊，这里面说：“佛以一切种智，佛以佛眼见，开此智眼，名曰佛之见。佛之见就是佛的智慧。”《法华玄义第九卷》里面说：“临。”智即照，这四个字是佛之意。啊，灵，我们今天讲感应，灵敏，极其灵敏。啊，众生的心微微的动一下，自己不知道，佛菩萨全知道了，自己不知道。佛菩萨没障碍呀，我们有障碍呀，障碍要除掉。
情上要放下，事上也要放下。啊，事上的放下，是智慧来办事。正在办的时候，办圆满的时候，都不放在心上。正在办也不放在心上，办完了也不放在心上，这叫真放下了。啊，千万不要误会啊，放下什么事都不干了，那释迦牟尼佛就不来了。他来实现，你看八相成道讲经说法49年，他干这么多事情，那如果要放下了，众生就得不到福了。啊，你看看佛多么活泼，多么自在，干这么多事情没干一桩事，为什么呢？心里从来没有，正在干的时候没有，干完之后也没有。这叫入佛之境，他真正入了。我们学佛要学这个，啊，佛是为佛之境而来的，那么由此可知佛之见的重要性。念老的注解这里说得好，乃以佛之之见开示我等门，普令无辱。一佛果觉，果觉就是佛之见，作我因心，不立三起，三大二生起心，不用这么长的时间，啊，不必经历三大二生起心，顿如佛智，此真佛的圣根。这个恩德无法形容，无法想象，太大了。啊，尤其是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极乐世界，佛这么多开示，算我们听明白了，听懂了，做不到，只能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善根。生生世世无量劫的修行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多难啊。啊，但是净宗呢确实难信易信，真难相信啊！多少人相信净土念阿弥陀佛，都是半信半疑。在这一生当中，没把握。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一个往生。
啊，三十心念佛事是超度不少众生啊，大多数是灵界的，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是不是超度到极乐世界？未必啊，超度他又到人道来了，他到天道去了，道占决定大多数啊。那么哪些人能够生极乐世界呢？过去生中曾经修净土，阿赖耶识里头阿弥陀佛的种子很多，这是他能生的因啊。遇到这个法会，大家在一起共修缘，因缘具足啊，他一念发心求生净土，佛来接他。不是每一个众生都往生了啊。那么我们净宗同学肯定过去生中啊，阿赖耶识里有很多念佛种子，没有很多念佛种子，你怎么会到净宗学会来？你怎么会进念佛堂？你怎么会参加三十信念？都不可能啊。啊，念佛堂信念法师参加的莲友们，我们看见人不少啊，但是道场外面的人更多，他为什么不来？你就晓得啊，道场这个人跟整个香港地区人口比，万分之一都不到。啊，我们才晓得难信之法了。啊，才知道佛对我们的深恩，真恩得多大。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念佛人一定要知道，地狱决定不能去啊！不但地狱不能去，畜生都不能去。畜生他的环境生活环境比地狱比恶鬼道好太多了啊！也就是鬼道比畜生苦，地狱比鬼更苦，堕在这个里头时间长啊！啊，譬如死了，堕畜生道，变成鸡，鸡的寿命不长。大概半年十个月就被人杀吃了，吃了怎么样呢？吃了再变鸡，要论次数，你从无量界以来你吃了多少鸡得还债呀、啊、吃他半斤还他八两，你要还多少次的债？
绝对不是几百尺啊。这一生吃的，前生吃的，再前生吃的，生生世世，麻烦可大了。你听到这个，做鸡要做一万次，你麻不麻烦？听起来真恐怖啊！啊，变猪的要变多少次猪？变牛的要变多少次牛？论次数的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不敢了。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他真念佛啊？为什么呢？一心一意想超越轮回，不再搞这个把戏了。啊，能超越，往生极乐世界就超越了。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开示悟入的菩萨。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通通在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那么是极乐世界有同居土，有方便土。同居土、方便土等于我们此地的十法界啊，但是他们的十法界六道里头只有人天，其他四种没有修罗，没有畜生、地狱、恶鬼，没有。同居土是人天，方便土是四圣，就是小乘、初果到四果。啊，大乘实现位的菩萨。可是他很特别，即使是翻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菩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通通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此地讲的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换一句话说，用法华经的话来说，通通是开示悟入的菩萨。也就是说，全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啊，经上常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开里头十位，十诸菩萨。是里头也有十位摄行菩萨，物里面十位摄回向的菩萨，入里头有十位摄地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啊，名上面有四徒三辈九品，实际上
生到极乐世界，他是平等的，啊，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每一个人智慧神通道理，看起来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我们举一个例子，诸位就知道了。现身，我们一般讲分身，变化。啊，阿弥陀佛能分无量无边无数身。啊，他的分身没有停止的。分身干什么？借引十方诸佛世界，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佛都要接引他，佛不去接引他，他找不到。所以佛一定要亲自去接引他。佛是用分身，人数太多了，无量无边无数啊，所以佛要分那么多身，啊，一个都不会漏掉。这就是感应啊。那么到达极乐世界的人跟阿弥陀佛见了面，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就有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分无量无边无数身啊。这些人分身干什么？分身修福修慧，到哪里去修？到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十方诸佛世界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自己的分身，礼佛供佛敬佛修福啊，听经闻法修慧啊，福慧双修啊。极乐世界修一天呢，我们这个世界修无量劫都修不过的。你说这个地方多好，咱能不去吗？你要真正搞清楚，真正搞明白，你就会把所有经论法门全放下了。我就念阿弥陀佛，我到极乐世界就真的大圆满。啊，无量法门有无量诸佛菩萨，一个诸佛菩萨教一门，无量法门同时学会，真正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把修行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到极乐世界，第二个阶段圆满成佛。啊，八万四千法门不走极乐世界，那是自己修，完全靠自力，靠自力啊，无量劫，靠佛力一生成就。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当然放下啊，心愿持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是依佛果觉。阿弥陀佛是果觉，
作我因心，我今天修行，这个因地心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不离三期啊，不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顿入佛智，入佛之间了，刹那之间呢就成就了。你看，乃以佛智之间开示我等普令无数，一佛果觉作我因心，不离三期，顿入佛智，此证佛智深根。这是阿弥陀佛深根啊，是释迦牟尼佛的深根。释迦牟尼佛不介绍，我们不知道啊，没人晓得啊。释迦佛的介绍，阿弥陀佛的成就，我等遵依佛事，这一句话重要，一定要遵守，一定要依靠。阿弥陀佛的指示，从文字般若而起观照，入于实相，是名净和佛根。啊，我们恭恭敬敬，把佛的恩德了接受过来。啊，和是有接受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术语，从文字般若而起观照，若于实相。这一句话呢很重要。参考资料里头有，三种般若。法门名义记里头，第一个实相般若，第二个观照般若，第三个文字般若。实相般若以理为体，理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就是法心。中国古人所说的本心。本心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赞美的词。就太好了。无法想象啊，为什么？本性具足一切法。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从哪来的？本性本来具足，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五句话，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实相般若，具足无量德能，
具足变法界虚空界，自性本自具足，不从外来。那么由此可知，什么最重要？见性最重要。见性问题全解决了，不见性，你所学得的全是知识，知识有局限性，知识不圆满，知识有后遗症。啊，所以佛求智慧，中国老祖宗也是求智慧。啊，所以佛教到中国来，马上就被中国人接受了。啊，他跟中国人走的是同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啊，所以这里解释释迦牟尼，以理为体，啊，正如自性为体，体觉虚假了，体是真的。啊，它不是虚妄的，它不是假的。莫知为实，所以用实这个字去形容它。印体表彰，明之为相。彰是彰显，就是说提起作用。啊，提没有相，起作用现象。所以相从体生的，什么相？宇宙万法。慧能大师开悟幕后一句话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一句印体表彰，明之为相，就是能生万法。啊，亦可以以其无相为相，体是无相为相，但是它起作用，能生万法，就是相。那观照般若呢，是以智慧为体。啊，观照是实相起作用，文字也是实相起的作用，有体有用。啊，所以实相是体。啊，实相只是之体呢，那就是真如自性。啊，观照是以实相般若为体。啊，体是般若，就是前面讲的实相般若。观照是用，体用合摄，叫观照般若。啊，这个就是，你有实相，你就有观照。观照是对于宇宙间所有现象，你都通达明了。啊，你知道这些现象的体，这些现象的作用，啊，那么第三种叫文字般若，文字般若是传法的，是教学的，啊，以应身
言教全体为体，啊，文字不是般若，何名为般若？啊，文字是人造出来，它是以音声语言为体，所以文字是言教的工具啊，文字跟语言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啊，文字是语言的符号。面对面谈天是语言，不面对面的时候用文字沟通啊，会产生跟语言同样的效果啊。言语是智慧，所以这个文字是智慧，也就是说有智慧人的文字，那个文字里都有智慧啊。有烦恼的那些文字，文字也带给你烦恼。你看小说，小说的文字是烦恼，带给你什么？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全是烦恼。那经典，这是智慧，啊，是诸佛菩萨的智慧。用文字写出来，流传给后世。啊，特别是中国的文字。啊，所以中国文字决定不能丢掉啊。丢掉是罪过。为什么？老祖宗苦口婆心用这个方式把他们的智慧理念方法成果经验传递给后人，就用这个方法啊，所以中国文字跟全世界所有文字不是一类的。中国文字能传法，他们不能。他们的文字有局限性，大概使用时间200年。为什么200年语言变了，音变了？他那些文字你看不懂。它不能再到，中国文字永恒不变，超越时间啊，万古长新，超越空间，无论在哪个地区哪一个族群啊，只要你学会汉字文言文，你通通能够接受得到，这个太难得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两句话了很有意思啊。为什么称为文字般若？第一个，能生般若；第二个，能全般若，有这两种功能的文字啊，音中说过苦，
故列般若耶。啊，故是超过，啊，现在的因能够说明将来的果，有智慧的人看到了，没有智慧的人看不到啊。啊，所以他是智慧。啊，我们群书之要三六零。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长老，他看到了，捧在手上，第一句话就赞叹：“这是人类智慧的宝典。”没想到几千年前的古人所说的话了，今天还管用，这就是般若智慧。啊，拿到这个本子，相见很晚呐。意思说，如果早看到了，他在做首相的时候，会给新马来西亚带来更圆满的幸福。三藏法术里头有讲五种般若，啊，是《金刚经赞要疏勘定记》里头说的，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它念一遍。第一个实相般若，实相就是般若，啊，是般若体，实相是真相。就是自信，为明了一切诸法皆空，立一切虚妄之相，这叫实相般若。真正明白，觉了一切诸法，无论是体、是相、是作用，确确实实不可得。啊，体没有现象，非物质，非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他预言能生万法，他能生物质现象，能生精神现象，就是念头，能生自然现象。所以这个空不能说无，虽然生一切现象，一切现象不是真的，是虚妄之相。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眼见耳听六根接触到的现象，全是虚妄之相。这些现象怎么来的？现在科学家找出来了，啊，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从
波动产生的。这个波动的频率很高。啊，弥勒菩萨在经上告诉我们，让我们有个概念，啊，波动的频率，它是一弹指，有多少次的波动？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点点头。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我们起心动念的前念灭后念生有多少次了？320兆次，我们怎么会知道？啊，现代科学计算时间单位用秒，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们相信可以弹5次，那就乘5，1600兆，一秒钟，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你能够觉察到吗？完全不能觉察了。从波动当中产生的，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电视的画面是从波动产生的。啊，整个宇宙一切现象产生，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把电视屏幕比喻作真心发心，它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它能现象，它什么相都能现，所以现象与它自己自信毫不相干，它没被染污，它没有受到干扰，没有受到影响。他还是干干净净一片啊，不管相在里怎么变，为什么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就会染污它了，不是真的。整个宇宙的万象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佛菩萨除外，没有，佛菩萨也是幻象。极乐世界是不是幻象？是幻象。华藏世界诸佛刹土统统是幻象，千万别当真。所以即使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住在十宝庄严土，有没有留念？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那就对了。如果有留念，有分别执着，十宝庄严土啊，马上就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得太快呀。啊，什么理由变的？因为你被染污了，你的心被染污了，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佛说，你被这三种烦恼迷了啊，就变质了，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
啊，把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我们是把六道轮回变成人道，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随着我们念头起变化，我们如果贪心很重，就变成恶鬼道；嗔恚心很重，就变地狱道；愚痴很重，就变畜生道。啊，念念不忘仁义道德，这人道。现在我们的人生是过去生中我们守住了仁义礼智信，就佛家讲的三规五戒，我们守住了，所以得人生。但现在的人生不干人事，要干贪嗔痴慢疑，来生就是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啊，通通是心变的，与什么人都不想干，自作自受啊！佛给我们讲真话了，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啊，如果怨天尤人，罪加一等，为什么你冤枉人？与人不相干的，全是自作自受啊！我们在人间不错，啊，有财富，有地位，有享受，自作自受。我们在人间受苦受难，也是自作自受的。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修福决定得福报，造恶一定得罪报，就这么个道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这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实相般若是般若之体，后面讲的观照文字境界眷属，他们的体都是实相。啊，有智慧你就能够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妄。法性是真的，法相是虚妄的。啊，真的，我们要想方法真的；妄的，别放在心上。这叫真修行。这叫真功夫。啊，观照般若，观照即是般若的智用，就是实相般若的智用。为应观照明了法无相，悉皆空寂，以显集体之用，这叫观照般若。啊，像有没有其用？可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娴熟过失，还原观上，提出四德。人生在世间，这四样不能忘记。第一个，随缘妙用。我们在一起吃饭，天气冷了，一样穿衣，这都是思想。
知道这些全是假象，恒顺众生。妙用是什么？妙用不放在心上就妙了。心是什么心？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啊，清净、二乘心、声闻缘觉、相成人、平等心是菩萨心。记住，菩萨是平等。你还有高下，你还有亲疏，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你是凡夫，你不是菩萨。为什么？你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没有分别就平等。啊，没有分别的菩萨心，阿罗汉披着佛的心，不染污，他没有执着。啊，没有执着就没有染污，没有分别就没有高下。这是真心。啊，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个东西。在一切万法里头，用清净心，用平等心。啊，觉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啊，《无量寿经》的经题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修因你就证果。果是什么？也在经题上。经题上半段讲果，大乘，大乘是智慧，就是摄相般若。啊，包括这个地方所讲的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境界般若、眷属般若，都在大乘里头。啊，大乘是真实智慧，无量寿是第一个。啊，无量寿说不生不灭啊，自信的。慧能大师开悟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自性不生不灭。啊，第一的。啊，庄严是相好，无量无边无尽的相好，在哪里？在极乐世界。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烦恼习气除掉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清净平等觉现前了，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美好庄严，是自心现得自然流露，不是哪个造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不但看到了，自己受用的。啊，所以观照显集体之用，在极乐世界非常明显。啊，第三个文字般若，文字是能权之文，文就是文字。那般若呢，是所权之法，你能看得懂文字，你就能体会到智慧，智慧就是能所合成，以语言文字性本空寂，故名文字。所以读经不能着文字想，
啊，不要去想文字的意思，它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它就有无量意，有意思就一个意思，没有第二个意思。啊，古人的典籍，佛法的经典，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为什么？他跟般若是同的。第四种啊，境界般若，境界诸法之境界，为境无自相，由智现法，以根本厚德而止，照料一切诸法境界，习本空寂，从境得名，叫境界般若。啊，境界深如万象啊，整个宇宙啊。啊，这森罗万象虽然是有相，就像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画面，有相，我们看见这相能不能得到呢？得不到。为什么？刹那生灭，我们还没有起心动念，它已经不存在了。看到是什么？念念相似相续相，不是真的。啊，所以现象不可得，不要被现象迷了。六道里的这种人，可惜就是他被相迷了，他认为相是真的，认为相是可以得到的。啊，不知道相是假的，不知道相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执着相有生无量无边的烦恼，这个烦恼的果报就是轮回。啊，换一句话说，因为迷惑，因为无知。啊，在假象里头起心动念，制造轮回，自性里头没有轮回，轮回是自己制造的。啊，觉悟了，觉悟轮回就没有了。永嘉大师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电视，知道电视是假的，所以电视里的所有一切物象，并不想据为己有。啊，不会生起这个念头。什么时候你能看到现实的环境，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跟电视完全相同，无二无别啊，在这上不起心动念，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没有支配的念头，你就自在了，你就提升了，从凡夫提升为圣人。
最后一个般若眷属啊，眷属者就是暖顶忍是第一，这叫四加行啊。后面挂壶里头有解释什么叫暖，如钻木取火，啊，火还没出来，但是暖象出来了。啊，你摸这个木头，它很热。啊，还没出火，叫暖。比喻家心为人，未得智火，他的智慧没开，但是有相，就是烧烦恼心啊，一见暖象。啊，没有大彻大悟，有智慧现前的迹象，这第一个。再提升呢，定观心圆明转明，如登山顶啊，见息明了智慧开了啊，这个顶呢，前面暖，智慧还没开。智慧的迹象有了。啊，到顶啊，智慧开了。好像走到山顶，看到四周啊，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再往上提升，这是功夫了。忍就是忍可之意，忍可就是对于佛的教诲肯定的，不怀疑了，认可啊，所以于苦集灭道之法，忍苦而要修之啊，对于佛的说法同意能接受，愿意依教修行，这是人啊。是第一呢，是于理，虽然没有能证，没有大彻大悟，没有明心见性啊，但是在世间呢是最殊胜啊，就世间第一，跟出世间呢他的位置不高，但是在世间法里他比别人高啊，所以叫是第一。这家行为即戒定慧解脱，解脱之境为此诸法呢，皆是观照慧心之属，叫眷属般若。戒定慧是智慧的眷属啊，解脱，解脱之境啊，也是。解脱是比喻，解是解除啊，也就是中国现在讲的解放，是这个意思。解缚得脱啊，好比你有绳索捆绑着你，你不自在，现在把这绳索解开，你得自在了。脱呢是脱离，脱离苦海
啊，解脱之见，智是智慧，见是眼见，智眼照料诸法皆空，不再为诸法所迷，把一切诸法都放下，你就解脱了。这一些诸法是制造轮回的，所以你把它放下了，轮回的因没有了，轮回的果就灭掉了。啊，就是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大千就是六道轮回，大千世界，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切入这个境界，所有物质现象全是假的，所以假的你很容易通过，这墙壁是假的，你能穿过，自由穿过，地球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可以从这边穿到那一边，这佛菩萨的神通啊，佛菩萨神通我们个个都有啊，不是他们的专利啊。啊，所以佛说的是真话。佛所具备的我们也具备，佛能实现，我们不能实现，是因为佛把障碍全放下了，我们现在障碍一大堆不肯放下，所以佛说放下便是啊。啊，只要肯放下便是。那么从文字起观照入实相，这叫净惑佛根。佛的教诲你认真去做，你认真去修，你修成，这叫报佛根。啊，下面念老师依此经中种种教诫，断真身性，执我修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将来横生四土，圆证不退，才是真实净佛。我们要记住啊，真净佛了，依教奉行啊，不肯真干了，不是真净佛。口里头有净，心行上没净，啊，行之所依是心，心里头对佛没有敬意，所以在行为上表现不出来。心里头真正敬佛，身口一定做到。故曰：敬于佛者，是为大善的。 啊，大者即大方广之大，绝代绝主对待强民为大，此云大善为无上
之下。大方广所说的大，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大小的大是相对的，觉诸对待啊，它不是对待的，强名为大是说不出啊，太大了，太大了，无量无边，没有边际。这个大善呢，大善是无上之善呢，没有的能比啊！这善是什么？这善是净佛。我们应当学。我们想求生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没有敬意，怎么能往生？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心上没有阿弥陀佛，身上没有阿弥陀佛，只是口上有，有口无心，没有感应，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在此地。啊，我们要想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这些道理、方法、因果，统统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会书里都说三业净奉，这叫净，以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恭敬奉事如来，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清净，这叫净佛。啊，非同世俗，但以分享礼拜为净佛也，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佛法重身智，不重形式。分享礼拜是形式，三业清净是实质。前面第八品里面我们读到，善乎口业，不积他过。善乎身业，清净啊，不舍略矣。善乎意业，清净无染。这是真的礼敬三宝啊，这是真正敬佛啊。这个意思深，这个意思很重要。今天时间到了，下一堂课我们还从这个地方学习。